阿杰，欢迎收看《跟着阿杰走台南景点 Go Go Go》。哎呀，这个我们2020年已经差不多快要结束了哈，大概在一个礼拜就要迈入2021年啦。那在这个圣诞节的前夕哦，很多四处的灯节就开始慢慢陆续的开放了。今天呢，阿杰就要带你们来看一下元水的月之美术馆哦。好啦，跟着我一起去探索这个月之小镇的真正面貌吧，出发！然后首先我们可以看到，这个是在我们的美术馆，我们把车子停在这个 Seven 的部分。好，那这个地方呢，它的所有的画作都会有一个特色，就是每一个画作上面都会戴着安全帽，这是它这个画作展出的一个特色哈，把所有的画作里面都戴上我们的安全帽。好，我们现在去换下一个地方，继续探索吧。好，各位如果要前来的话呢，会建议平常日来哦。平常日来就真的没有什么人了，整条路都非常的放松轻松好逛。那现在假日来应该会蛮多人的，推荐大家平常日来。我们现在走到了这个是盐水观光美食城这边哦，那这边也有一些展。那可以看到我现在这边有一个，这是去年的登上月球的这个现在已经被遗弃在这里了啦，好不好？去年的主题可以爬上去的，带各位上去看一下。有一个楼梯，这个在去年是很高很高的哦。如果我有找到去年的片段，我再拿给大家看一下。那今年它已经被放在盐水美食城这里了。耶！我们现在来到了我们的第二个欣赏的地方，叫做猫之响宴，应该没念错，我看一下，猫之响宴。好，它就是在这个美食城的墙壁旁边这里而已。我们现在走进来这个美食城里面，然后这里应该要有三个，一个就是一个是月球的，一个是我们那个猫咪的，然后应该还有一个海之药洞，然后但是我一直找不到这个海之药洞在哪里，结果在海之药洞呢在这里，它是在这个美食城里面的，在这个美食城的上面会有很多的海中生物以及熊、月亮、鲨鱼，还有这一只是什么？潜水的兔子吗？还是什么？好，那我们这一区的一个展览哦，算是收集完成了。好，我们接下来前往下一个地方，鱼鳞巷。然后我们现在走到这里呢，算是其中的一个小插曲哦。这里是月经港展情的月经奇道，你可以看一下。
还蛮漂亮的哈，它像后面的树都会有这个艺术的灯光在一直闪着，还不错，漂亮。来，我看一下照片。好，我们终于找到我们的鱼鳞巷了，非常的小条的巷子，大家可以找一下这个翁冠文诊所啊，这个没有业配啊。翁冠文诊所旁边这里就会有一条非常小条的啊，这里会有一个展区。好，那你都可以找一下，门口都会有这一种，哎，哦，好，这一种告示牌都在里面哦。这里会有两个展区，我们进去里面看一下吧。这里呢，去年是一个鱼鳞巷啊，它就是用一个互动式的一个灯饰，那今年呢就是改成这个金鱼，金鱼的部分啊。好，那我们就是把我们这一半边的都已经走完了，那我们现在前往另外一半边。然后我们现在沿着这个主要的路一直走，一直走，然后看到中山路呢，往右边这里就是我们刚刚逛的那些地方，往左边这边呢就是我们等一下的主要展区啦。好，那其实网络上大家都可以下载到这个地图啊，有这个地图才不会漏看。就像我们之前讲的，到一个地方我们要先看地图，有哪里可以去参观，才不会漏看。这个就是盐水的一大特色哈，在这个八卦楼的旁边就是我们的鱼鳞巷啊。好，我们现在走在这个小巷道弄里面，都会有这个竹子、烛光、晚餐，微微的烛光，让我们探究一下。这里去年是有一个东西的哦，今年就没有了，非常可惜。我们现在走进了这个小巷弄里面，然后这个去年这里都还有展区哦，你看。今年都没有，我觉得今年的展有点少，没有去年那么的丰富，长得像洗衣机的太空舱啊。这个是三小。多久了？就是这样。看一下这个外观。还是有非常漂亮的感觉啊。经过刚刚那个诡异的太空舱之后，来到这个可爱的月亮区，看一下这个可爱的月亮，这个月亮还蛮高级的。各位，还没结束啊，再往后面走还有，这什么东西？好特别哦。这个很酷哎！这是后面这个结尾，这里这个很可爱哦，很像萤火虫。看一下，在这个结尾的月亮儿。然后一影像一出来以后呢，看一下这个也是其中的一个展览，带各位进去里面看一下空屋展览。哦，
到吧。好，接下来就是走到我们最后的一个王爷像了哈。那这里好像都是一些学校的一些学生来这边做一个创作的，所以会比较多样化一点点。OK， 这是最后了，我们剩下时间不多，赶快进去看一下。这里呢，主要的设计的概念都是我们的齐天大圣猴子的一个设计，那就是由盐水还是月经国小他们所画的一个投影光画，所以你会发现呢，每一个作品里面其实它掺杂了很多的童趣的部分。像这个就是小朋友最喜欢的巴斯光年画成猴子的样子。那我们记得来这边逛的时候呢，因为这个都是有住家的，所以我们讲话的部分会要小声一点点。那展览呢大概是到晚上10点了以后，所以记得把握时间，是下午6点开始开灯，然后到晚上10点，就是4个小时而已，其实时间非常的短哦。哎呀，我可爱，我好帅。一小颗一小颗的小光球都有小朋友无限的创意还有天马行空。Jingle bell, jingle bell, jingle all the way。天主教堂，你看蛮美的呢。好了，我们今天逛完了我们的盐水的月之美术馆。如果你有逛过其他的，可以告诉我哪一个看起来会更漂亮、更美一点点呢？我觉得今年的月兔啊，他们说是有特别的任务啊，秘密特别任务，好像是会把月兔所有都移到我们的那个元宵节的盐水月经港。对，那这一次晚上的展出呢，我觉得没有上次那么的精彩，不过也还不错。我最喜欢就是那个萤火虫的那个部分，还有齐天大圣72变这个设计的理念，还有一个特别的隐藏的在盐水车站那边吧，但是因为时间已经来不及了，所以我们就不过去了。各位可以有看到的话，在下面留下你拍的照片给我，分享给我，好吧？好啦，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呢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好分享哦。我是阿杰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